ファ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。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。踊るポポリ啊，那个，这个，多有打扰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再见，路上小心。啊，好啊，谢谢。哎呦，这个是？怎么了，爷爷？中野先生把东西落在这儿了，他刚走没多久，现在追上去应该还来得及。啊，爷爷，老人会有人打电话来找你。哎，电话，真伤脑筋呐！中野先生都要上公共汽车了。爷爷，我帮你拿去还给他吧。啊，丸子，拜托了。公共汽车站对吧？我去了。哎，周野爷爷。哎呀，帽子，你把帽子忘了。啊，哎呀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还要让英老先生的孙女特意送来，太不好意思了。给。啊啊，麻烦你了。啊，幸好追上了，太好了。啊，是啊，那个，谢谢了。那中野先生，路上小心呐。对了，我应该也把围巾带来了。对呀，我把帽子和围巾都忘了。应老先生没有把围巾给我送来吗？那个。哦，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让我直接跟他要，有点张不开嘴啊。那个，围。玩。啊，出去玩真是好主意。今天天气多好呀，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。啊，不是的，是围巾。围巾？我是说我的围巾。中野爷爷带围巾来了吗？可是我房间里只有帽子。拿着围巾，上了公共汽车，落在那家餐馆了吗？还是？中野爷爷，是不是把围巾落在别的什么地方了？是。是一条什么样的围巾？怎么说呢？那个红棕色的。红棕色。那围巾是我内人。哦，你丢的是你夫人的围巾吗？啊，不是，是我的，不过是我内人亲手织的。啊，原来是他夫人亲手织的呀。那个，这个，这条围巾是我亲手织的。哦，哎呀，那可是爱的见证啊。中野先生，就让我和你一起去找你的围巾吧。不用了吧，那个，让我也帮你找吧。那可是独一无二的东西啊。丸子，我们一定要把那条围巾找到。嗯，中野爷爷，你到这里来过呀？在去我家之前啊，那个，我吧，我来的早了点，怎么说呢，在这里待着。会不会是逃的时候掉的？有可能的。是一条红棕色的围巾，对吧？找到了。切！什么呀？丸子啊，你找到了？我踩到一块狗屎了。啊，真对不起啊。对了，会不会是来这儿之前落在那家餐馆里了？讨厌死了。还是没有找到啊。中野爷爷，你肯定落在这儿了。不，说不定是，就是那家。
哎呦，你还顺道来这儿了！哎，郑爷爷也内心还是挺年轻的嘛。<笑>其实，我本来想去吃荞麦面的，谁知道当时……欢迎光临，请进。好，那个，他都跟我打招呼了，那我只能进去了。今天主厨推荐的午餐是披拉夫饭。好，披拉夫饭是什么？ 是您敬爱吃的东西吗？老年人点这个一定会很丢脸的吧？但是，他都推荐了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啊，那就点这个吧。哎，披拉夫饭，那披拉夫饭是什么味道啊？那个味道跟炒饭差不多。披拉夫饭和炒饭有什么不同吗？不，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呢？别磨蹭了，还是找围巾重要。嗯。 亲爱的，不是男，这条围巾太适合您了，是吧？不是男太帅了。石慧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真是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了，对不起。那钟艳先生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嗯，好。哎，把东西忘在这儿了。是一条红棕色的毛线围巾。嗯。 好像没见到过，钟爷爷，你刚才坐在哪儿？那个，我刚才就坐在那里。哦，的确什么也没有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刚才坐在这儿的情侣戴着围巾有说有笑的，<笑>太适合不是男了。<笑>围巾是被那两个人拿走的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得先过去看看，他们是往这边走的吗？又得跟那两个人说话，真讨厌。 可要是让钟野夫人知道这么重要的围巾不见了，钟野先生，那围巾是爱的见证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，快！啊，英老先生，英老先生，哎，好帅呀！我的富士男比他帅多了。说的没错，石慧也比模特漂亮多了。是瞧你说的。他们在这儿。 怎么样，钟爷先生，那条围巾是你的吗？那个，富士男，那个不好意思，讨厌，富士男，你真是的。这么开心的时候打扰你们，真不好意思。请问你戴的那条围巾，你脖子上的这条围巾，真的是你的吗？这位爷爷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当然是我的围巾了。对吧，石辉？当然了，富士男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别人落在餐馆里的呢？老家伙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爷爷，英老先生。 谁来帮忙呢？啊！你，啊！你，英老先生，谁来帮忙呢？真不好意思，能不能稍微耽误你一点时间？快，钟野先生，看看这是不是你的？我等等，这条围巾可是我送给富士男的爱的礼物。说的没错，这是石慧亲手为我织的。啊！我的围巾在。哎，那个是围巾吗？ 说什么？那个是钟野先生的？对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太失礼了。啊，那条狗要走了。快追上它！这位爷爷，你等一下。刚才真是对不起。对不起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哼。那条狗跑到哪去了？我看咱们三个还是分头去找吧。哎。 那条狗不在这儿啊！丸子，那条狗去哪儿了呢？啊，天快黑了还没找到。哎呀，钟爷爷呢？这下糟糕了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狗也不见了，该怎么办呢？英老先生，英老先生，你在哪儿啊？那个围巾啊！ 钟爷先生，哎，
围巾找不到了，中野先生又不见了，那中野夫人还不得？哇！老伴儿啊，我的老伴儿啊！不要啊，中野先生！中野爷爷，你在哪儿啊？快出来！中野先生！哎呀，怎么会？这不是我那人织的那条，这条一看就知道是商店街卖的那种便宜货啊！您老先生，中野爷爷，这个，这条应该是你的围巾了吧？这，我的那条围巾，真是太好了！中野夫妇爱的见证终于平安无事的回来了。这条围巾只是商店街上卖的那种便宜货啊，可是我怎么也说不出口啊！真是太好了，中野爷爷，爷爷也很努力呀。丸子也很努力。那个，为今失而复得，中野先生热泪盈眶，那可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觉得实在太对不起自己的妻子了。100分的奖励。下一次语文课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试。同学们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复习。说是要考试呢，真麻烦呢。学校本来挺好玩的，没有考试就好了。这次的语文考试，我可是很期待的呢。期待语文考试？你这是怎么了，冬天同学？你又不是晚伟同学。我跟爸爸妈妈说好了，考到70分以上就买呼啦圈。哎，是这样啊？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其实我也很想要一个呼啦圈。请问你们几位刚才有没有提到我丸伟莫南的名字呀？这家伙不管人在哪里都能听到别人讲话。如果这次考试我能取得100分的好成绩，家长就会按预先承诺的给我买儿童大百科全书作为奖励。直截了当说，就该为考100分奋斗了吧？奋斗，奋斗，大百科，直接呼啦圈就要干起来！他们俩还真是干劲十足啊！还真是这样呢。对了，小玉，如果这次考试考得好，你能得到奖励吗？啊，如果我考得好，晚饭的时候妈妈就会做我喜欢吃的东西。哎，但是要是我得了100分，爸爸就会拍好多好多纪念照片，其实也挺烦人的。啊，长山同学。怎么有事吗，小英？长山同学平时考试总是能够得满分，一定从家长那里得到了很多奖励吧？也没有得到很多奖励，不过就是上次我爸妈带我去看了百货商店的恐龙展。百货商店，好羡慕你呀！去百货商店还能在餐厅里吃到巴菲冰淇淋。小丸子羡慕的是那个呀。我也是因为最近考试成绩还不错，就得到了奖励。哎，连山根也什么嘛，大家都说讨厌考试什么的，可事实上不都得到了好处吗？但是山根，你的嗓子怎么会哑了？要是没考好该有多好啊，我现在还真是后悔。这又是为什么呀？因为奖励是烈哑铃。这次的考试如果还能考出好成绩，奖励大概是更重的哑铃吧。山根得到了奖励，肠胃反而疼得更厉害，真是可怜呐。我说妈妈，如果这次考试考得好，给我买个呼啦圈做奖励怎么样啊？不行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学习是为了你自己的前途，不需要别人给你什么奖励。可是其他同学都能得到奖励，只有我们家考试考得再好也得不到奖励。那是因为你总是考不到能够拿奖励的分数嘛。我是因为没有奖励，所以才考不好分数的。
你说的倒好听。看呐，就算是爸爸，如果没有酒作为奖励的话，也不愿意好好工作的，对吧？小孩子就更需要奖励了，没有奖励就没法好好学习。我的酒可不算是奖励，是为了明天好好干加的汽油。妈妈，冬天同学只要考到70分就能买呼啦圈了。太容易了吧，只要70分呢。就是就是，你那么想要就考个100分让我们看看。100分？那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考到。你考到了100分，就是10个20个呼啦圈我都给你买。算了吧。啊，怎么了丸子，无精打采的？哦，我说如果这次考试得了70分就给我买个呼啦圈，爸爸妈妈不同意。原来是为了这个事儿啊，以后这种事情第一个跟爷爷说不就行了吗？爷爷，考到70分就跳呼啦舞，对吧？不是呼啦舞，是要呼啦圈。哦，是这样啊，烧呼啦烟？不是不是，是要呼啦圈，耍呼啦拳。啊，算了吧。爷爷，这可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约定啊。既然是秘密约定，简单的说就是密约了。小丸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在为考试做准备呀。哎，行了，非常好。从下列词语中选出合适的填入括号内 ：A 因为 ，B 然后 ，C 可是。哎，答案就填 B。小丸子，我跟爷爷说好了，如果我考到70分，他就给我买呼啦圈。我得好好练练。如果扔100次能中70次的话，可是语文考试的试题不会只有选择题呀，也有要用文字回答的。好像是这样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啊！好，养老金领到手了，加油啊，丸子！等你考到了70分，我们一起去买呼啦呼啦。是呼啦汤吗？是呼啦汤吗？有了有了，爷爷就是这个呼啦圈，我会好好考试的，你一定要买给我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就是这个呼啦圈。哦，这个还挺畅销啊。老师说会出关于这一部分的试题。好吧，我一定要把小玉告诉我的这些地方全都背出来。哎呀，小丸子，你在学习啊？姐姐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考不到100分就放弃奖励了吗？糟了，被人看到我在学习，我跟爷爷的密约就有可能会败露。啊，没，我可没有在学习啊。哼，是吗？可是姐姐待在屋里，我就不能学习了。到哪里去学习才好呢？哦，哎呀，丸子啊，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很好，很好，妈妈不在厨房里。你说谁不在厨房？你在这儿啊。我不能在这儿吗？你又想溜到厨房里来偷吃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我才不会干那种事呢。一个能学习的地方都没有。对了，爷爷的房间应该可以。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没什么。你来找爷爷有什么事儿？我能在爷爷的房间里学习吗？那还用说，当然可以了。谢谢你，好爷爷。真是的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像这样瞒着大家，偷偷摸摸的学习呢？难得认认真真学习一次，却得不到表扬。哎呀，这道题的答案是，喂，是小玉吗？练习册上有一道题目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。对不起，我待会儿再答。你偷偷摸摸的拿着电话嘀咕什么呢？我没有在偷偷摸摸的嘀咕。总觉得你有点怪。啊，一点都不怪，一点都不怪。第二天早上，
难得认真学习，搞得我都睡眠不足了。不过这样呼啦圈就肯定能到手了。小丸子，再不快点吃就要迟到了。哦，这可真厉害呀！啊，这次他一下转三个呼啦圈。小丸子，就算没答应给你买呼啦圈，你考试也不能不努力呀。我知道了。不不，妈妈，这次丸子可是很努力的。爷爷，蜜月。对吧，丸子？爷爷，蜜月，蜜月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遵守蜜月的。蜜月？丸子。啊，本来以为考好了就能给我买呼啦圈的呢。哎呀！呀！这次真的得了100分呢。我觉得好感动啊！哇，我说小丸子，你不会是把别人的卷子拿回来了吧？哎，不会吧？哎，看好了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樱桃子，你太过分了。你很努力呀，丸子。还行吧。考试题跟小鱼告诉我的复习题一模一样，小鱼真是大仙呐！这样的话，妈妈也不能发牢骚了吧？那么，爷爷，你陪我去买呼啦圈吧。爷爷，嘿嘿，丸子，吓了一跳吧？你的呼啦圈在这儿呢。我一领到这个月的养老金，就把呼啦圈买回来藏在壁橱里了，因为这个很畅销，我怕到时候万一买不着就糟了。这么说，昨天晚上我在爷爷房间里学习的时候，这个呼啦圈就已经在壁橱里了。这么说，就算你没有考100分，也可以得到了。啊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我这么偷偷摸摸的拼命学习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哦，小丸子想得到能玩的团团转的呼啦圈，却被呼啦圈耍的团团转。好厉害！我们平时吃的食物居然也能变成艺术品，这可真是太有趣了。对了，就用我最爱吃的点心来试试看吧。可是如果做得很好，就舍不得吃了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用美术获得幸福和走上点心博士之路，敬请期待哟。